的食物。新加坡是很难打，新加坡是非常难打，地方那么小，有那么多顶级餐厅，它顶级餐厅都多得吓人，而且很多名厨，你现在在看资料，他已经在新加坡泡过，那里是一个你扬名世界的一个门吧，很多人进去挑战过，很多人失败。Makan already, which means have you eaten something? So they don't say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or good evening. They ask you, okay, did you eat and what did you eat?I think this is small things, but it means a lot. It has a strong meaning of how Singaporeans are proud and are into food in general. I actually had doubt whether Singapore market, Singapore people would accept Japanese chef cooking Sichuan cuisine.W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Chef Kentaro is serious about venturing out to Singapore from Japan. So we didn't invite him to come here. Instead, we asked him to come here by himself, bringing all the ingredients to cook all the signature food for our managers and directors.我一个人来到新加坡，给他们就是从前菜开始到甜品，我自己做，是我想试一下我们西餐饭店的味道，新加坡人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啊？我真的我想试一下。哎，老板，你们菜谱里面最好卖是哪一个菜？啊、哦，就是这个 ，Stingray 要烤多久？要等多久？哎，十分钟啊，那我就炒面了。Okay. 因为新加坡都是没有四季的国家，新加坡一中年都是炎热，新加坡人就是最敏感度就是一个咸字，所以你在中国你们吃的很咸很咸都没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咸一点咸我们觉得哇不行了，很咸了。今天有86个。Guest for tonight, 我们有 table 61 regular guest Mr. Slim, 然后 table 15. Of course, he had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languages, and also the way he cooks. For example, our chef here, based on Cantonese style cooking, while Chef Kentaro is Sichuan style, so it's a bit different. 那厨房的那个厨师都是那个不是日本人吗？还是习惯不一样的，动作也是不一样嘛啊。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都不一样的。日本嘛，前辈，后辈，是很严的，后辈一定要听前辈的，所以有些是文化差异，因为新加坡。前辈后辈这种观念没有在日本大，但是很多我们西餐店的 staff 啊，我们开店之前他们做的是粤菜的，又是华人，比我年纪大，为什么呢？日本人来新加坡，我们是他们的 boss 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来到他们当料理长、厨师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接受。我的爷爷70、80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战。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啊有发展，但是我觉得5年后啊10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
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了。我们是日本人来新加坡，但是我是说四川方言讲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四川方言川菜的技食啊，我们四川方言的历史啊一定要吃，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在了解他的作风，他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他可以用为中国的食材，再加上他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After opening a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s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 Ken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四年前吧，我跟我老婆在巴黎，然后西格鲁桑给我的电话，晚上两点三点，然后我说西格鲁桑怎么样？他说西格鲁桑，哇，看到了，我们强强米其林的人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想吧。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才可以得到这个两粒星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四川饭店呢，它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その日本の料理人がシンガポールに出演、中国料理を出すってそのことがね、やっぱ僕はすごいと思うし、やっぱそれは本当にこう健一さん、健太郎さんのこう。つないできたずっとこう歴史だと思うんで、それをこう海外のシンガポールに出すというのは、やっぱ僕なんかにしてみたら本当誇りですよね。我一
写过蔡姓是爱，蔡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个话，蔡姓是爱。中文怎么说啊？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呢，我是做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